说说吧，怎么回事？没怎么回事，就是你看到的样子。你不想辩解两句吗 ？No need。你爸刚走，你就跟我搞这个是吧 ？I'm bored。我只想跟朋友们一起开开心啊。你开心我不反对，你把家我搞这个样子，你就开心了吗？你要回来晚一点，我就收拾好了。谁知道你那么早就……你现在是怪我回来早了是吧 ？Visa， 你开 party 我不反对，你是不是应该提前跟我商量一下呀？我提前说你会同意吗？我就是不想做什么事都要先征得你的同意。You're not my mom， 凭什么管我？对，我是不是你妈妈？但是我是这个家的女主人，你给我记住了。你在这住一天就要守一天的规矩，明白吗 ？OK， fine， 女主人，我要睡觉了，有什么事情等我醒了再说吧。站住！睡觉可以，睡醒了把这给我收拾干净。再说。太太，您回来啦。小姐让我今天休息一天，我也是晚上取东西的时候才看到的，我这就收拾。别动啊！什么都别动，梅姐。等着丫头醒了，让她自己给我收拾。哦。那个字怎么讲？怂。对，怂，怂了，你就是怂了，对吧？就这点恶作剧，我在美国根本就不算什么。Visa， 你的快递。我没猜错的话，这里面应该是 Lady Gaga 演唱会的门票吧 ？It's none of your business。给我，你的东西我当然得给你，但前提是，要把这房间给我打扫干净。拉阿姨，我来收拾吧。Jimmy， leave it。Jimmy， 你先回家吧，白阿姨有话要跟 Visa 谈。哦。Jimmy， stay。你为什么非要跟我过不去呢？不过就是打扫房间而已，梅姐，这是她的工作，我还有其他重要的事情要去忙。把东西给我 ，Visa。我真的不明白，你在美国的学校里，老师没教你要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吗？如果你连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都不会，你以后在社会上怎么立足啊 ？What？ 立足？我怎么立足那是我的事，不用你操心。好，以后的事情我见不着我也管不着，但现在我见了我就得管，因为你的事情最终会交给你爸，你爸还是要交给我来管。You don't have to. Do you think I need you? 维萨，我真的不明白我到底做了什么，哪里得罪你了？你为什么对我这么深的敌意呢？我也想问你同样的问题。你什么时候觉得我对你有很深的敌意啊 ？All the freaking time。从我来的那天起，你脸上的所有表情，每句话的背后，都在告诉我你是这个房间的女主人。有必要吗？让你对我好，伺候我，只不过是为了显示你做的多漂亮，根本就不是为了我。你只是等着我早一点离开这里，离开你的地盘，离开我爸。你敢说你没想过？
我累了，我去休息了。Get to work. Oh.